今日天下群雄汇聚东都，参加两年一届的英雄大会。少公主，此刻起你踏出这扇门，即是一片未知的江湖，我就要会会这个江湖。怎么今日你们越上古也起了蒸烛之心？我上官都想来就来，我既不受朝廷使唤，亦不受江湖支配。 只为重过念安危妃心。那这样，公子你先帮我找到连神祖师的下落。连神祖师伏龙心经两者合炼，断绝天下。妖女，今天就用你来祭奠你爹剑下的亡魂。有些责任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必须得承担。闯王宫。 灭亡！只要我重雪之再一日，你休想得逞！封城的背后，可能还有一股巨大的势力。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和你一起去灭掉。上官公子，本王这棋局，可不是你说不说就不说。